才华，隐居此地，未免太可惜了吧？这位是杨姑娘。这姑娘胆子可真不小，画影捉拿杨慧珍，明天就做榜文，贴在各集市要道。杨小姐，跟我回去吧。我现在深陷绝境。你们应当据此守株待兔。佛门境地哪有杀人的道理？Thank you.